大家好，我叫李毅，今年17岁，我来自澳大利亚悉尼。我喜欢唱歌。弹钢琴。还有去健身房。这趟很开心参加索尼方杯比赛，希望能给大家我最好的演出。我们来连线李毅。你好，李毅。主持老师好，评委老师好。今天打算演唱什么歌曲？今天演唱的歌曲是《贝加尔湖畔》。好的，请开始你的演唱。谢谢。
谢谢李毅带来的这首《贝加尔湖畔》。我们看到李毅在这三场比赛当中，一场比一场自信，一场比一场娴熟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朱桦老师的点评。